欢迎来到这里是来跑到那儿我就热线了对对对对我就有点我就有点光才跑到那儿 OK 这个比不了 OK 那到手改过这边啊你这是开启了新公司高科技展示他是开启了上帝视角你知道吗 OK 我就把这个给隔上神秘一点我来玩了哇关于高科技的这个好奇心窗上面那个玻璃可以擦一下赶紧逃了逃了进入正题进入正题来来来我是咱们公司的会计小米快点不是小木书记小杨书记书记书记是吧咱们叫什么准备叫大大金链叫玩的玩的玩的咱去那儿玩的叫玩的去玩的玩的万能可以 Wonder 正好是新万能人吧 Wonder 因为有一个 ER 在里边万能万能万能 ER 和人是万能 ER ER 是人是个 R 吗Driver 对可以行准备好了哎呦我的行进来进来进来行不知 Driver Dreamer 不是没有小弟最近要高考考大学了我准备的我们的工作教大也对也对可以也跟那些行没错可以完美这什么万能人是吧万能人可以可以其实万能人你知道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是他会有一种就超级英雄的感觉对吧万能人但是钢铁人美国队长人啊对是吧惊奇女侠人有道理有道理就会有一种这种中间有什么内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给他画几个分支我觉得是他们身形万能人但是他们是需要一个 leader 的对吧我觉得可以就是以 leader 为一个对就一个代表咱们先是 leader 咱们可以代表他对以 leader 做一个称呼我觉得是更合适的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每个人的一个特点特色那么文森你有一个事情正能量正能量天生就与生俱来的理科男理科啊行那是这是其实理科男是与生俱俱来的吗工科男理科就是代表的什么工科其实我觉得是没法的逻辑是逻辑逻辑那逻辑在网上说的那就是一个大社会那就智慧嘛智慧对对对智慧智慧之光对我觉得其实智慧这大智若愚啊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不是就你现在他叫傻不是你现在是装傻那是装傻他得修学问你知道吗得鼓掌得没哦对哦好好学哎有进步有进步这样吧你这样吧你给自己总结就是可能智慧这个东西代表先天的和后天的可能先天你要有天赋然后后天你要有知识也不断丰富自己来构成这个这知识放了这块五是吧就这两方面哎画出来这个小闪片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本身就是咱们这里边就知识储备虽然说我很不愿意说这个其实智慧其实是可以的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行万读万哎哎哎错是吧对读书破万我是说人有智慧不是我觉得啊可以怎么说power power power 很适合人高马大对我觉得 power 可以对然后勇气还有能力哎勇气和能力构成一个能构成一个号的给你打开你的天窗这样给我畏惧那边有个灯你帮我关一下这个灯是不是这边是勇气这边是实力可以双面打开它我觉得 power 代表勇气和能力可以 OK 这不是 Fuck 这边可以这边可以弟弟弟弟该你了我看你代表那么喜欢这个东西你的希望是什么啊我的希望是世界和平
是希望会比较机会大的人成长大的人大了没接下去其实希望自己其实希望会比较会比较更我觉得会后悔对会心之向往会更多一些有活力的我觉得这是希望算是一个小目标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然后就把这个就是他这种感觉是他自己就有一个星球然后他是那一颗星球上的第一颗生物就那个小嫩芽对其实希望代表希望还是什么希望还是未来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就是你看正好小弟也是最小的也是说未来就好像和未来这种东西如果咱们聊这个年龄好像有点可能大咖对吧但小弟其实这个是完全可以好了你也能上说其实我觉得其实我和小弟也是同龄人嘛是吗我觉得也是吃糖吧咱俩是一本对吧那咱们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希望你也得占点呗你也得占点呗行你给画个这本就那个嫩芽我占个我占个微生物我就占一行你占两样行况且我还是有祖国的花朵那你就从你希望这点可以延伸一下给一个概念就我觉得小弟首先代表未来嘛希望代表未来希望其实也代表梦想和未来对有梦想就有希望有未来就有希望有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对你这是给自己选了一个口溜啊这边我们投上到一个 BGM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我真心你这个OK 这位选手那是什么歌OK 其实你看一下就是像这些老岳是智慧对吧智慧力量希望就很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就是一些创伤的一些缝缝补补那么我就代表心灵嘛我其实想给大家传达的是内心中的真善不就是你内心中这些情感其实是很需要人去呵护去培养的其实心灵还代表了一个信念的问题吧这个信念呢其实我觉得人是要有信念的其实和小弟这个有点像就像你要有希望一样对他两个我觉得应该是形影不离的一定要去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你的心灵一定要是健康的所以我是心灵就是我是代表心灵上的神咱们要在一个对吧在一个土壤在一个土壤里面那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 Neverland 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Peter Pan 的一个 Neverland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叫 Wonderland 就是这个 Neverland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剧情嘛 Peter Pan 里边一个梦幻岛就是一个很妙的地方意境感对是意境感的一个地方就 land 这个东西它就是直译过来可能是岛屿吧或者是土地之类的这个土壤就叫 Wonderland 如果直译成我觉得直译成中文的话可以叫我觉得就穿一个岛吧万能岛万能岛万能心境对万能这岛这个其实是有局限但是你想想也还好就比如说那个就像正义联盟的超人蝙蝠侠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市嘛哥谭市就是这个市里面高谭市啊对翻译的问题嘛这个市里面发生了很多故事嘛但其实你看那些雷神他们都是在星星里面我会感觉他们住的居住环境会好一点星球其实也可以这也其实也就是翻译的问题其实你看他们追星是一样的对吧追星嘛咱们就是一个星球对不对就咱们这整体其实可以叫万能星星对吧行 Wonder 万能星Wonder 星万能星我觉得还行 Wonder feel 那就万能星记上了 Wonder feel 万能人们我们一起在万能星球上面有你们四个 leader 领导分别代表智慧我们四个不是神我们是你好分别代表智慧力量希望还有心灵
智慧的是智慧的是老岳，我知道啊。智慧包含的是智慧，天赋，天赋，知识，知识按呢天赋 ，OK， 然后 next 力量，力量，勇气，勇气，对，你要面对一些勇气，还有能力，梁静茹的吗？还有能力，对，还有能力 ，next。希望，未来，未来和梦想，未来和梦想 ，yes。然后心，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心灵。其实我觉得没有最重要的，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行是吧？行，对，心灵。代表的情感和情感和信念和信念 ，yes。OK， 我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等着你。Yes， 谢谢你们选择了我。还有一点，守城者不怕。把这个反恐星球什么的。OK， 三二一。